下，好，这是香香的囊，希望家要先放了，让今天准备交钱的，看香香妈准备交多少钱，先几套房了啊？今天过来看看。一听说你几个选房了？选房了。准备选几套了？选两套。选多大平方了？一个180的，一个120的。一连都大面积了，那得交不少钱吧？我上。才16万多吧。才15万多，那房。你有钱吗？妈。没有钱，能办不钱？我没钱。看。这门两套，这门一套，你都有算套房，你准备住哪了？以后天天还挪住住。住八这门人多，住八这门住哪门？累不累啊？妈，你天天跑嘞。哟，妈，你富婆啊？原来是。哈哈哈！那你分点房分给咱了，咱不要吗？这两套到底是你挑的还是爸挑？说实话。我挑的。你准备住哪一套了，婷？妈，准备给我一套啊？给你一套，明哥，给你一套。他们不给咱住，你给他住。你给他开着门。现在准备去交了，你自己去交了呀？跟恁爸俩去交了。有没有我去送的？不用。你又把我惦记钱了吗？哎，我看妈抠了，哎呦。哪抠了？你看一天惦记着。没有惦记。那这俩房交16万多是咋16万多？5000块钱是选房钱，7100是订房啊。7100，这才10000块钱了。那谁多要咱多要俩人的，多要一个人的交5万，多要俩人的交10万。哦，对，他说意思是先交10万，我那时候听说。那我俩交17万，这不才11万呢？一个人交7100，咱那八口人。你们俩那个电梯那个。是不是一个人分30平方方啊？啊，那是不是还有我30平方方啊？有啊。我不住，你要不把钱给我。免给你20000块钱，28400一个人。就28400。不要房，一个人28400。就给28400啊？嗯。那还不剩30平方方花，30平方方1平方2100，相当于是6万3。那你那用那？那6万那不如要30平方方，一个人怎么给28000？那你说你不要房，没有给你28400，赶紧去选房来交钱，选房交了，选一个好地方，找太阳光来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紧找你爸去交钱来，交钱选号来啊。那确实。选号啊！一看嘛。回家了。这恁妈好可笑呀。也是，本来想跟俺妈聊会儿天，你看俺妈蹭跑了，为了去选房。我也得蹭跑了。确实，谁先选房，谁先交钱，谁先选房。我跟你说，估计排好些人了已经。看来俺妈小筋骨还是有了，你看看，好说没钱，自己这不是一交10来万呢？看恁妈就是。好藏钱，还不跟我说的。